哎呀，今天终于可以来动物园了啊！今天是周末，今天好吗？好吗？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我们来去动物园玩。这个动物园啊，外国人门票是100阿尼，本地人只要30。好像在咱们中国的话，这个门票啊，没有说外国人和本地人差别这么大，在很多国家这个价格差别都很大啊。现在已经进公园了，这个门口就是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我也不认识，这是天鹅吗？第一次来动物园、啊。现在喀布尔已经很热了啊，就是太阳很晒，没办法，我今天买了个帽子，太晒了。今天只有女性可以入园，前几天是男性入园的，今天人很少，你看。这个几乎都没人啊！你问好忙见过孔雀没有？这个孔雀开屏了，问他见过没有啊？没有见过，你看他看的全神贯注的。阿富汗动物园有点水啊，这个连鸽子都在动物园里面，好像是只要是叫做动物的都可以放在动物园里面，但他们票价确实很便宜，外国人才7块多一张，本地人只要2块多一张。像南京动物园的门票真的是有点贵啊，你看这么小的小鸟关一个这么大的笼子啊。动物园的大骆驼啊，这个骆驼的毛好像都快掉完了，这里太热了。你看这只猴小猴子在干嘛？他想出来。你看好忙好的动物没有见过，阿姨告诉你这个是鸵鸟，你看这个好大呀，这个鸵鸟，但是它这个笼子有点看不太清楚，笼子设计的很高很密，好吗？你这表情有点严肃啊，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动物，像中国的牦牛啊，这个好几头牦牛，你看那个前面那个好大哦，这个笼子好像很容易翻进去，也挺危险的，远离它们。哎呀，发现喀布尔还有狮子啊，看。好大一头狮子躺在那里睡午觉呢，好吗？怕不怕这个大狮子？你看，狮子，告诉他不害怕。你没有听过它的叫声，那叫声可吓人了。阿富汗动物园里面还有兔子，你看这一窝一窝的，太可爱了。这兔子都在坑里窝里睡觉呢。没想到紧张的喀布尔，阿富汗喀布尔还有这么悠闲的地方，看看，好吗？好吗？很喜欢看这些动物。他说不害怕。这个动物园好无聊啊！走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玩，走吧。为什么在不地？第一次来过的。不害怕。不害怕。你最棒。阿富汗动物园特别小啊，从前面到后面总共5分钟就可以看完，但它已经有55年的历史了啊。动物园遇到一群孩子说带我们去看蛇，他们对这里很熟悉，我们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哪里有看蛇的，要另外单独付10阿尼进去。其实我很怕蛇啊，这个好忙说他不害怕，但是为了小孩子们能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前面这几个孩子大概是好像是没有钱买那个去看蛇展览的票，等会儿把他们的门票也给他们买了。原来后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，刚刚都没有看见。这群孩子好像经常过来玩，这阿富汗的动物园孩子是不要门票的，像好忙他也不要门票，是收成人票。走吧，走，我们一起进去。我好怕呀，看看阿富汗的水族馆啊，刚刚我还以为里面很吓人呢、啊、暗暗的，这个都是金鱼缸呀。走，我们到里面看看有什么特殊的动物啊。这个是有蛇吗？看到一个大蟒蛇，好吗？你看这个小妹妹也很可爱。那个是大蟒蛇，现在睡午觉呢。还有一些标本。
阿富汗人不吃螃蟹啊，你看这个蝎子，还有哎呦青蛙，还有这什么鱼，现在都是做那个标本，然后这些都是鱼缸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特别的动物园啊，这个是阿富汗的水族馆，这个我感觉才是正常的童年生活。这里的孩子看到动物也觉得很开心，他们经常过来看一群可爱的孩子啊，很多动物没有见过。让他学一声猫叫，刚刚玫瑰叫他学猫叫，你不知道有一首歌就叫学猫叫吗？在中国有一首歌很火的叫学猫叫，我放给你听听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带我听一听，你在聊什么？你喜欢哪一个动物？嗯，他喜欢什么？哪一个可以卖的？你这个小财迷，动物不能卖。我感觉小兔子挺适合你的，你知道那个长耳朵的小兔子。刚刚乱把东西丢在地上，我们教他把东西丢到前面的垃圾桶里面，真听话。把这个东西，哎呀，好，你赢了。哎。幼儿园的一个大朋友一个小朋友，这真的没啥可看的，令我失望了。就很小，种类也差不多就20种左右。好吧，动物园之旅有点大失所望啊。和猫和猫喵。动物园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吃冰淇淋，我小时候每天都问我妈妈要冰淇淋吃，然后她不给我买，觉得小朋友老吃冰淇淋不太好。没关系，好猫也不经常吃，今天破例吃一下。不希望能给他多少，也给不了他太多，我只希望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就好，希望他在这段美好的回忆中以后可以健康成长。现在逛完动物园回来了，今天我想准备给好猫做中国菜，做这个大盘鸡已经剁好腌制好。看啊，这锅鸡肉好香啊，现在加入这个洋葱了，然后准备把这个土豆也放进去，等一下这个香喷喷的大盘鸡就做成了，自己闻的都很香啊。大盘鸡也做好了，然后做了点蔬菜。这个阿富汗的人喜欢吃这种米饭，这种米饭是我请阿姨做的，然后大盘鸡和这个蔬菜是我做的，给好猫尝一下。但是我想让它练习用这个筷子，哎，我来教它用这个筷子啊。跟好猫说，这是中国用的筷子，筷子是这样拿的，要不要试一下？每个一准备三十多米，筷子挺难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教它啊。小手指放在这儿，哎呀，这个太难了。然后夹。夹一口吃，试一试一下。所以这个比赛什么干比有了不？太难了，我放弃。这个对于他来说很难，因为他的手比较小，还是用勺子吧。啊，但是阿姨用这个筷子喂你一下，你看，看。不好不好不好。哎，对，吃青菜，告诉他吃青菜好。马萨多斯，啊？我的大盘鸡。马萨多呀，那多了。好，我们也吃饭吧。小朋友自己好会吃啊，玫瑰，你问他那个鸡肉好吃吗？今天的鸡肉，对，吃的很香啊！你看，一碗饭就快吃完了。好忙，很会吃饭，自己吃饭也不用喂啊。看，今天好忙特别爱吃这个鸡啊！你看都快吃完了，实在不行还是上手吧，啃得很香，吃了好多肉啊，就是菜和土豆不吃。嗯，阿富汗因为他这边饮食习惯，那就不太喜欢吃蔬菜，然后也爱喝可乐，所以在中国的话感觉这个饮食可能不太健康，但是在阿富汗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喜欢吃肉。哎呀，刚刚把裤子给自己搞湿了，在超市买裤子，顺便问问他有没有想吃的零食，自己拿吧。哇，还是吃薯片啊，要一个味道的，要不要换换别的味道？自己拿了一点，然后给弟弟妹妹也选了一点。好，都爱吃薯片啊，我没办法。他没有洗发水，他的头发每次都是结的，走买洗发水去。
给他买了那个涂脸的，脸太干了，和护发素、洗发素，还有这个拼图，我想送给他。啊，考的智力的。蒙古的。嗯，跟他说这个是涂脸的。Sabır diye kibar kışan mıydı? 一个。然后这个是对每天洗完脸。Ama lütfen suyu boşmete. 把它涂开。这个小乌龟好可爱，今天在超市看到了，就把这个小乌龟给你买了，可爱吗？也会说的。然后自己还选了个发箍。这个回家告诉妈妈是那个洗头发的。一点三十。家里的弟弟妹妹都可以用。还有这个啊，这个你告诉他是旋转打开的，旋转打开的。这个是他手消毒的，这个不能涂脸啊。这个是啥呢？这是一个拼图，就是。你告诉那个好吗，它是这样碎块的，嗯，然后把它拼成原来的样子是开发智力的，嗯，好吗，咱们拼拼看啊，把它拼成原来的样子，让它拼吧，嗯，等会儿我们就回家了啊，嗯，等会儿因为天色有点晚了，我们就回家了，那个买了一些吃的玩的给它带回去。